有佢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，黃皮膚都可以做翻。吉隆坡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阿比。4月12日 ，LMF 會嚟到吉隆坡參加 A Fest 嘅，咁啊希望4月12日會見到你哋，到時見。一個大中華，一個李小龍。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，西洋拳剑柔道咏春北派唐队十二路，各门各路各式各样每一种招数，佢都用纸笔去记录低。